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吃零食。这零食呢，分别来自两家淘宝店，第一家叫做蜜花花不是花，第二家叫做丫头说不。这分别不中二了啊，正规介绍了啊。首先我们要吃的有这个，不是要喝的，这个喝的是乌梅茶，还有草莓坚果小圆饼、杏仁饼干、丫头手工铺里头有芝士棒，哇，还有冰激凌曲奇、雪花酥都掉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吃吧，吃吧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有点嗨，今天是有点嗨，真的是有点嗨。好了，我们先吃这些吧，我特别想吃饼干，草莓坚果小圆饼吧，先从这个开始吧。我真的蛮喜欢吃草莓味的，这是一个个的这种。哇，草莓味还是有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有点恶心，但是这个饼干外面有这个盐的味道，不知道是什么盐。这里头有点就是牛轧糖的口感，这里有点那种糯糯的，你们懂吗？你再来试一个。我要看这个有没有什么添加剂哦，棉花糖，是棉花糖。这个草莓味的话不会特别浓郁，说实话，但是不会腻，就是我觉得这个草莓味跟这个盐正和好，搭配起来蛮不错的，确实能吃很多。再来试一个，一口一个呗，就这蛮多的，这蛮多的。杏仁饼干，这刚刚不小心捏碎了，可能快递里面太暴力了，有点碎了。拿过来的时候，的确我也不小心，不知道是什么的摔了几次。这个的配料：黄油、绵白糖、鸡蛋、面粉、杏仁，也都是蛮简单的东西的。我先尝尝的吧，我可是这个美食家呀。这款的话，我就觉得这个杏仁味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重，然后还有奶味也蛮重的。蛮浓郁的一种味道，这个就是不会太甜，也不是特别油，就是真的感觉是少油少糖，然后全是杏仁味，说实话，杏仁味还奶味，蛮浓郁的。哇，渴，哇，太干了，这得喝点水。乌梅茶也是酸梅茶，我全是我喜欢的山楂、桂花、薄荷、冰糖。那喝一边喝茶一边吃吧。可以看到这里头有很大的冰糖块的，好，现在泡好了，就是我放了点冰块，因为夏天比较适合喝冰的吧，而且这就是酸梅嘛。哇，好清爽啊。哎，这个蛮甜的，就酸酸甜甜的，这个有点像那个，是有玫瑰吗？玫瑰茄，有陈皮的味道蛮重。哇，这个有点好喝，来倒进去。来吧，我们继续吃。嘿嘿哈嘿，来吃这个鸭鸭的芝士棒。哇，哇，好脆，这牙崩了。好吧，不可能，这属于脆不是硬。哇，这个好吃，这芝士味还是可以尝出来的，蛮重的。哇，爽！我跟你们讲，最近今天我看了，为什么这么嗨呢？是今天看了蝙蝠侠三，就是我最近在狂看诺兰，应该是诺兰吧 ，Nolan 的片子，那个导演，太牛逼了，我真的是，他是真的有才，我真的太佩服他了，打字清理的，尊敬佩服。冰激凌曲奇，我这个有点期待，好酥啊！好酥啊，它很聪明啊，放这个什么葡萄干，葡萄干真的很加分。这饮料好喝，我现在才补蝙蝠侠，感觉有点晚了。然后看之前我以为就是商业片嘛，这个英雄片，而且我以前看过 DC 的那个什么。
哎呦喂，我不能用牙咬，不然待会儿崩，嘎嘣碎了。毕竟我这个是临时牙，这是看今天不一样。这个星期六我去弄真的牙了，就是很有嚼劲啊，很黏黏的牛轧糖。是什么味儿啊，就不知道是什么，那个是杏仁吗还是什么花生，反正就是这个味道特别重，我不太方便咬，因为我牙不好，但蛮好吃的，就不同的味道。蝙蝠侠第三部也很好看，但是第二季的那个小丑的这个设定，这个人设，还有这个剧情，这个不剧透受不了，这不剧透，我就不说了，太厉害了。像蝙蝠侠这样的电影，它里面有太多东西了，就是太多，所以看一遍，至少是我看一遍，不可能是 get 到所有的，要看好几遍估计。我非常喜欢战争片的朋友，然后没有看过敦刻尔克，我一定要推荐大家去看敦刻尔克。蝙蝠侠我也推荐一下，就是每集特别长，2个多小时，看着有时候会有点烦，不过还是很值得一看，非常严肃。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蝙蝠侠呢，怪不得。差不多了，吃够了，那这期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